你们还记得这个微光朵儿小夜灯吧？无限创造又出了迷你版，叫小小朵儿夜灯，依旧是可以吹灭的哦。有红白两款，你更喜欢哪个颜色呢？咱们先来看这个红色。哇塞，这个小小朵儿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，看他这个脸妆画得特别细致，他的头发是半透明的渐变，很像是吹灭蜡烛以后的烟雾。这次的烛台给做成了玫瑰花的样子，小小朵儿藏在里边，就好像花仙子一样，还送了一个红玫瑰的配件放在里边，真的是好好看。长按电源键开机，这呼吸灯的效果太美了。拍手或者按右边的按键可以调节亮度，一共有三个档位可以调节。如果想要关灯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长按电源键，第二个就像吹蜡烛一样直接向它吹气就可以啦。我们来对比一下，微光朵儿更像是端庄优雅的女王，而小小朵儿更像是天真可爱的小公主。再来看这个白色款，这只小小朵儿被一朵白玫瑰包裹，就好像白玫瑰的花语，纯洁和高贵。白色款的灯光有点发黄，显着特别温馨。红色和白色的小小朵儿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快来告诉我吧。以上这三款都是无限创造的朵儿小夜灯，将潮玩手办融入了功能性，这种设计你喜欢吗？